博士你好，又是大細超的時間喎。好啊，呢個禮拜好多好多新聞啊。咁啊，首先講第一樣先啦。係。咁咧就係、是、港澳版係嘛？港澳版嘅就話要嚟幫手搞呢、這個香港要搞呢個劏房問題喎，係嘛？而家搞劏房喐到中央，港澳版開聲。是啊，其實真的很丟臉啊，特區政府。咁你俾咗咁多次機會你做嘅喎，都搞唔到喎，因為咁啊，而家佢嚟啦，佢嚟幫你啦。講就好易，你做工作嘅人講最易，邊個唔識講？立正，你真係落實執行不容易。現在他又搞那些租管的劏房租管的管不到的，你理解的，你有張良替我過去是吧，很多花神的香港人，很多花神的，那麼此其一。但他說這個香港人絕對歡迎，你解決那個民生是啊，是，但香港現在你是樓價租金是太貴的，事實真的是太貴的，沙田都賣了四萬多元錢。蛤？哪裡啊？新世界說重建那兩棟大圍上蓋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四萬多元錢。哇，是啊，那些是啊，那你四萬多元錢，如果你七八尺就二千多萬，很驚人啊，很驚人啊。那如果你打一份工，我當你打十萬元工一個月，你儲不到首期，沒什麼機會，你到你儲三成首期成三千萬，你供二千萬，你怎麼辦？沒什麼機會，很渺茫，即是對你人生是很渺茫的，這些所以他們由回歸前到回歸後，無論在個政治上在個經濟上是沒有做到什麼，只是靠炒樓啊、金融啊這樣挺著社會，那個他們有難題的，他們不敢出聲說，他是個高地價政策。但你又說回頭了，即是講說話要公道，你又給老懵懂百萬他壟了個樓市，很多人燒炭的嘛，是啊，負資產的空中飛人的。如果你不是曾蔭權上來扯回起這個市，私人才吐到氣，那是啱啱先，因為你最大件事咧，你香港咧，中央政府俾咁多優惠你，又俾咁多啲自由行你嚟香港頂住個經濟啫嘛，零三年之後啱啱，同埋又俾個 CBA 你，香港政府冇做到嘢咧，喺個 CBA 嗰度，完全冇利用到嗰個優勢，真係冇利用到。你香港好多做輕工業區啊，做成白曬。跟住咧，啲嘢直翻中國免税噶嘛，咁你香港人好多就業機會啊。同埋香港又冇去要求出，而家你講嚟講咧，佢都冇cut嗰個單程證來港嗰度，嗰度其實要cut一半，cut咗一半先，等香港個減咗額先，因為而家你失業人喺度多啦。房屋話居住唔夠啦，你年幾萬人，成五萬人，五萬人即係五萬個家庭啦。咁佢如果嚟咧，好叻嘅喎，有人教佢喎，嗰啲民建聯啊、土共啊、工聯會嗰啲，佢哋又自己又好叻嘅喎，申請乜嘢都快過啲香港人。係啊，往往係比較快啲嘅。佢往往快啲咧，佢係用啲唔正當手術、手法，又頭暈又身興，扮鬼扮馬，扮到咧又死掠。是啊，咁咧就麻煩到你嗰社工人士啊、社會福利壓咗佢啦，優先俾你先，變咗佢優先嘅，所以佢哋好多人話點解有冇搞錯嚟得咁快啊？我有落嚟一兩年啦，落嚟兩年就有分到公屋，分到公屋點解會分到？佢哋做戲做曬啊！係啊，咁呢啲咪流動咯。當然而家你夏寶龍、萬寶龍啊，我叫做金名啦，喺萬寶龍名牌咧，大佬。夏書記，我哋讚你啦！萬寶龍係名牌，係啊，唔係叫你夏寶松啊，而家叫你萬寶龍啊，世界名貴墨水筆啊，大佬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
好貴㗎。係啊係啊。佢有啲特價萬寶龍咧，哇，成幾萬蚊美金一支啊！特別版嗰啲啊。係啊，嗰啲紀念版。所以而家你萬寶龍書記啊，當然歡迎啦，全香港都呢個民生問題，同埋俾好多指引咧，係特區政府要做嘅。佢睇到特區政府啲官員咧 hea， 咁但係你冇理由而家先睇到啊 ，hea 咗廿幾年先睇到，忍咗好耐嚇，啱唔啱？即係佢就算佢而家講話嗰啲完善嗰啲選舉機制，唔係而家先睇到啦。如果冇事嘅就唔使完善個機制啦，即係不嬲都有唔完善嘅，你又係唔肯做，即係你成班由董建華個吳家昌開始咧，冇撚做到嘢，成扎盲工黑弟，要阿爺咧走去做研究、做專望小組先睇到咁多問題，即係起咗廿幾年。係啊，但我哋好早講嘅咯喎，我回歸前講喎，我哋冇撚搞呢啲嘢啦，英國佬離開咧，梗有地雷嘅。啊！俾個立法會垃圾會你玩，玩到你有冇頭暈眼花？而家 DQ 咗200多個區議員，我係最緊贊成嘅。係。個僆我偷蝦擺片，唔係得緊罪啊！而家你話佢入選個門檻，啲候選人要篩選、要審查你資格，一早要做啦。請問工都有個學歷啦，都有個面試啦，冇人乜撚都冇，真係報名咪屌你咧！出到位啦，係咪啊？呢啲係完全錯誤嘅，即係你啲人咧由頭到尾錯。回歸前已經做定咗呢套嘢，回歸前要完善咗套嘢上場㗎。咁你咪冇加做好弊，而家先做嘅，識唔識？即係話你前幾日我啲廣告版閒閒垃圾，我先做個工作，係咪啊？講邏輯啊！我同你講翻唯物辯證法啦，呢啲係回歸前要做嘅工作嚟噶嘛，我就嚟接收香港啦，要準備啲乜嘢？一上場啱啱，點會咁樣 hea 到而家啫？所以我哋嗰時回歸，我咪冇撚搞啦，你學撚翻英國佬，垃圾會咧冇糧出嘅，行撚翻街坊會制，搞咩區議員啫？嘥撚氣，如果成日食濕米。有破壞冇建設噶嘛？整個噴水池都挖翻喺埋啦，而家都冇得。整條天橋慳幾分鐘又整十幾億，好撚腐敗啊嘛！所以而家你支持啦，你中央政府話睇到啲問題，但我哋就唔撚信噶，因為你睇得太遲。即係你之前我啲睇唔到，一早要做啦嘛，無規矩不能成方圓。因為你而家你回歸中央政府，中央政府咧政治上咧好清晰，啊，你唔支持共產黨，你唔好撚搞破壞，即係你唔支持我得，你唔好搞破壞。當然啦，你先支持後建議嗰啲仲好嬲，叫我哋咁咪先支持後建議咯。我成日都支持共產黨黨專政噶，搞撚都係做咩？你都未成熟個社會。冇唔成熟嘅，就算香港都，你睇小朋友，你大學生搬喺個學生會，成堆垃圾擺喺咗喺度，幾張相有啲係假嘅，但真嘅都有一兩張啊嘛，係室內噶嘛，係學生一邊。俾人哋日本仔嚟好個地方啊，大家租個樓俾日本人啦，乾淨企理間間樓俾個業主㗎，啱唔啱？屌你有冇身為大學生搞乜嘢？你吃緊香港人，使緊香港人錢喎，我津貼你讀書喎，唔係你叻喎。津貼咁啊，到大學嗰啲政社會啱唔啱？你老母冇大冇細冇規冇矩，基本禮貌都唔肯識，爭你噶，俾地方你用，屌你冇收你租喎，啱唔啱啊？你老母你真係擺咩款啊？所以成屌柒都有噶，真噶。你老母通性都未識睇啊，你叻乜撚嘢？啲教授都見到我走啦，你識睇通城咩？嚇！成日喺度講話咩中國文化咩乜喺度吹水喎，你唔好講撚多嘢啦。特別香港電台有班撚樣，又講哲學又唔知講乜撚嘢，嗰啲講撚點通城先？你話屌嗰啲唔科學嘅，你點知唔科學啊？畫到骨符都靚啊，不過你撚樣冇力啫嘛，你唔識畫啫嘛，啱啱先？你當佢流㗎，
流嘅冇咁多人信啦，張天師信到而家都人信啦，喺元朗啊，屌你咪用張天師做符啊，貼喺度揾嚿石過嚟上山啦，咁樣揸唔撚入啊，大佬你又唔靈，屌你你唔撚識咪唔靈咯，嗰啲好撚深奧嘅學問嚟噶，中國嘅道術，回教嘅神秘主義嘅，天主教都有嘅，我驅魔。天主教驅魔大家聽過嗎？回教啊，點樣劏牛兩嘅手指噶？知唔知啊？喺回教，你咪見過猶太教回教行埋連撚個曬經已經劏生口嘅？係啊係啊！屌你咪呢啲咁嘅撚樣讀哲學讀乜讀你老母？你識碌撚啊你？研究科學，你研究夠到嗰度符水啊？你都可以走去攞諾貝爾獎啊！如果你講出個原理。叫你買張生油回來，買啲泉水溝撚埋一齊，唔係我拿出嚟嗰兩支嘢，我拿出嚟咁你又唔忍信啦，係咪啊？你溝到咩？嗰好撚高深嘅物理學嚟啦，你嗰啲人性乜嘢？係咪？以前我哋嗰啲細叔伯出嚟走碼頭嗰啲，人哋有慕名嚟揾你，話有個高人喎、哦，咁佢嚟拜候你，佢都知道啊你有咩高咧，啲人好好奇噶，點解叫高人先？你邊範高先？啲大有錢佬大軍閥啦，請到我哋嗰啲小叔伯去，焗緊住去啦，你嗰啲國民黨軍閥時代唔撚佢好撚麻煩噶嘛，整撚搞撚你噶嘛。咁啊，慕名而來請你，車埋班車嚟載你去。去撚到以前冇興帶個尖帽嘅，嗰啲太師司令，屌你咁啲大將軍坐喺度，佢起身先歡迎你先啊！阿郭生啊，阿郭大居士啊，難得一見，請坐請坐。咁你就要露一手噶啦。真的你真的要露一手。通常是怎样呢？他那时那些人穿那些大褸啊大頂尖帽那样很興的嘛，民國時代啱啱啱扮紳士的嘛，又學鬼佬大頂尖帽的嘛，那时十九世紀。他入嚟除了一頂尖帽一掛在那張床，那坐低，那就上茶。上去查咁佢系奉煙啦，佢自己系食水煙帶噶，嗰啲將軍好撚串喺度煲煲下啲屌，你冇擺款噶嘛，有啲食鴉片煙嘛，你唔食鴉片煙咪食翻自己洋煙，係嘛？咁你攞擺煙出嚟，佢又叫你同你點個，你唔使話攞啲煙出嚟打個圈，咁啊點得噶啦？你唔知點解會着火？咁你嗰啲司令官咪咦屌你咩？真係有料啊！好似佢又唔敢問你啊。咁啊，傾完一啲嘢咁啊，我話司令，過咗八月十五咧，你啊出門啊向邊個方向行啦？你有貴人噶，會再升你官啦咁。咁真係靈緊咗噶。我話到你臨走完之後咧。你攞緊頂尖帽走，嗰陣時個司令官就醒起，咦嗰度冇勾喎，喺一幅牆，佢點掛落去嘅咧？嗰個人走撚咗啦，係，佢真心都有個迷啦，哇！呢個真係高人，因為佢上走嗰陣時你唔留意啊嘛，你歡迎個高人，有一兩道要省手嘅走唔到，係嘛？係，係嘛？係。好啊！你而家不覺咁樣，你而家你就係做官嘅，上喺度係咩省手都冇，係喺度賴屎賴尿，要喐喺度中央大老爺啊，又開會又研究行政都喐喺埋，差唔多習近平都要出喺埋聲，先嚟搞啲劏房農屋，咪搞緊笑啊！咩咁大波隻啫？你又講大宜計劃，人哋叫搞農屋啊！
搞劏房啊，係咪咧？係咪咧？搞唔好搞嗰個大魚家華咯，叫佢。佢你搞啲劏房。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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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咁仲話要自2047先搞得掂喎，知唔知啊？嚇！預算2047啊！就將所有劏房問題搞掂曬。屌你，咪嘥人哋！你咧，你咪好撚搞笑啊！邊諗得複雜㗎？你一攞一幾等嗰啲老爺大廈一改裝佢個佢個撈頂夠撚曬承載力㗎啦，嗰啲工廠夠撚曬青年宿舍，公用而家你多住多冇單身仔啫嘛，青年宿舍、青年旅館平租2000蚊一間，公共廁所公共廁所照我哋嗰啲去運動場啊，好靚㗎。運動場嗰啲打完波啊、沖涼嗰啲好乾淨企理噶，有攞架有剩噶。但你嗰間屋嘅入邊有衣櫃有剩，有個日本嘅洗手間，大便就冇嘅，小便就有嘅。大便唔該出去公廁，沖涼出去公眾廁所。室內咧有個洗手間仔，迷你嘅日本嘅，好細嘅啫。但佢嗰個咧一用完咧。你成袋一個禮拜收咗佢咧，就當廢物處理嘅，屙尿嘅，嗯，百尺一個，嗯，工廠大廈間開曬，你都賺錢㗎，你俾啲人做都，佢個撈頂夠力㗎，冇成錯。可能而家你又冇工業，冇成丟撚空曬嗰啲無端端啲工廠大廈又發毛，就整啲迷你倉喺度燒撚死人，啱嗎？嗯，呢啲咪快咯。而家呢個劏房得20萬個啫嘛，你俾我早喳喳聲啊！你叫中聯辦啦、啊，話俾你一拍板，所有20間村屋一齊嘅丁屋，超過20年以上嘅，支持佢哋重建，冇錢嘅政府借，重建咗照分翻樓，話撚咗大家同政府分錢，丁屋大廈最快嘅，富貴嘅。大家有錢分的，強制性的，你不是就我政府同你收緊翻，你歡迎你投資，當你嗰間就是成本嚟嘅，你間丁屋起好多，你咪分翻咁大俾你咯，跟住再賣咗咪接你個 share 再分錢咯，一變二啊，無論端端，真㗎，你而家啲起樓賣緊翻成20000幾尺噶嘛，沙田賣40000幾啦。你好快啊！如果你整呢個政策出嚟，所以以前英國人真係叻噶，一毫子都冇攞出嚟，俾份啲 TRB 你嘅啫嘛，換地權書收翻曬啲地啦。嗯，過咗求神拜佛，望佢落埋自己收啊嘛。係有得收。而家屌你老母，收少少都喺度集緊曬馬，證明你係失敗啊嘛，推政策推唔到，即係話呢班友咧係低能嘅。梁振英低能正常，龚建华低能正常，曾蔭權是做到啲嘢嘅。而家呢個柒婆低能咧係唔撚正常。屌你，應該做撚耐公務員，仲可以？佢唔撚用人，自己諗，佢唔用人啊，唔禮下依人啊。香港以前嗰班公務員高官咧，個個都有好多料噶，個個唔簡單噶。特別嗰啲副手啊，嗰啲譬如副地政處副處長啊，正嘅未必叻喎、啊。嗰二把手嗰啲多數身在十年，佢個部唔耐啊嘛。你嗰個一把手咧就換嚟換去噶嘛，知唔知啊？政處長換嚟換去噶嘛，二三把手啲冇撚換人噶嘛。嗰啲真係身在十年。你共產黨，你老母中聯辦落嚟，又唔識統籌一班咁嘅人。何永平那些都厲害，你懂用人嗎？你不懂用人嘛，不能禮下的人嘛，特別董建華那個人上場扮嘢嘛，用個律政司屌你，用個吳家產師姑，你用個白髮魔女仲不死撚咗，破壞個法治，梁愛詩啊，是不是？大家窒鳩你啊，梁愛詩，你叫啲國安隨便都鳩我啊，睇你告我乜撚嘢啊！我講的事實，你中央是不肯做好的工作之前坐領了20多年，你用的人也都失當，那個埋堆埋堆，現在你成立過什麼叫選舉委員啊，
审核嗰咩委会啊，我都唔捻知，冇捻心听啊。李家超做主席嘅，我知道啲审核佢哋有冇资格，又系搬翻翻扎啲咩白发魔女啊、范徐丽太啊，屌你阿妹就死嘅嗰、那个范徐丽太之流啊，谭丽珠之流出嚟，全部旧电池、废电池嚟嗰啲站，边一代新意啊？阿习先生，屌你乜呢啲咁嘅废物，你真系要调捻咗啦！你啲干部都开捻到声，形容佢哋系废物啦！你仲搞废物利用，捻系啊嘛？你民建联都咁多新仔啦，咁多年轻人啦，啱唔啱？真系要换血噶香港，佢啲全部旧思维。害死過香港的，沒有單意見給得好的。現在你那個中醫院，我可以告訴你，最大的中醫院浸會做的，是我七年前，我在北京，他們問我，郭先生，香港最重要是什麼？我全世界的醫療制度是仆街的。當當國家的醫療制度呢，屌害人到經濟雞毛下血的。我們香港一搞定的醫療制度呢，就沒事了，我年年拿你幾百億。你而家有個人話走去做化驗咧，排你一年兩年都死撚咗啦，未輪撚到。咁你就係有錢佬，你中聯辦，你即係打心口，你咪打夠有錢佬心口，叫東華三院，叫仁濟醫院，所有醫院劃多個地方出嚟做化驗所咯，平價咯，就唔使嗰扎咁嘅醫棍，屌你有冇幾個醫生夾埋錢，租啲貴嘅地方做化驗所，無撚端端驗嚟驗去，不夠人仔照嚟照去。趙德尼都死撚咗啦 ，cancer 你邊度俾你趙德尼啊？我真係真 cancer， 慢慢聲變噶嘛，一埋身你就要停止佢，唔好再變化先。佢都冇撚醫到嘅，唔係大口嘢挑戰你啊！你就係咁嘅醫棍，屌你同我鬥醫 cancer， 你識條撚醫啊？你識停咩？我哋醫 cancer 唔係醫 cancer， 又唔係同我殺撚死啲癌細胞噶嘛？我哋話僆仔聽嘛，唔好喐住，唔好撚繁殖，係咁多好啦。咁咪慢慢睇下佢嘅病因點樣引起咯。究竟你係秘密因啦，因為外來嘅因，因內在嘅因引起嗰個癌變咯。咁咪同佢教調整佢，慢慢好慢嘅，佢慢慢減咗，佢停啊嘛。你中意俾嗰盞油燈，唔好俾佢吹熄，你又慢慢教佢加油。咁咪冇緊嗰事，但係而家唔係噶嘛，佢都對抗性治療啊嘛，一埋身就屌你，咁樣同你抽組織化驗睇膜，篤撚穿嗰個保護膜，即刻擴散。今日你哋撳落去嗰個學生都係咁，你唔撚再驗咧冇事，抽組織啊，即刻趌撚突出，屌你咁樣擴散。有好多 case 都跟住你就話落化療落成乜乜物物，屌你咁就死得。對抗性治療，我識條撚醫咩？屌唔撚大口氣啊！佢真係唔識醫噶，所以你哋香港咧，我哋支持嘅港澳辦呢次呢個聯席會呢、這個視頻會議咧做得好嘅，阿萬寶路嗱讚你啊！屌你乜你八撚聲香港政府啊，過唔嗰度 hea 啊！佢啲工序分到好細嘅 ，hea 嚟 hea 去，搞到我啲建築期啊拖撚到你慢曬啲工程，古靈精怪作怪。啊！你唔肯識啊？揾人問我，我介紹啲老人家嗰啲叻嘅官俾你識。好多都想幫香港人服務噶，退咗休嗰陣，啱唔啱啊？第二個問題。好，第二個問題咧，都係關於啲政府啲公務員嘅，就係最近係講過，就係話要宣誓嘅。唔係公務員，凡係嗰啲公職啊有關嘅。公職啊係有關啊。就算你做救生員都要嘅。而家就唔單止公務員啦，公職都要。救生員都要啊。係啊係啊，合約都要嚇。啊，你請話佢走去做掃街啊，垃圾都要。係啊。我呢個冇所謂，做俾阿爺睇啫。係。因為你唔係打廣東牌，而家打大陸牌。係。唔係打香港牌。嚇。係嘛？打大陸麻雀喎，咁你改咗例。就算你公司請人嗰份合同都有啲寫住噶，你又唔準乜唔準乜唔準乜噶嘛，又唔準你將公司嘅秘密泄露俾人啦，又唔可以違反局一樣啫嘛。咁你真係打佢工做嘅嘢，你咪效忠咯。咁你究竟你行為效唔效忠，你咪自己諗咯。咁你亦都忠誠都係好重要嘅。
你又冇靚做啦，你生人碗飯，你咪效忠咯。嗯，我覺得呢啲無傷大雅嘅嘢，嗯，直情係一個呢、這個係遊戲規則嘅，一早要有啦。即係呢個回歸前整定嘅，就唔係話嗌喺而家，而家整人就覺得你老撚土。嗯，明唔明啊？嗯，一回歸後即刻嗰個月咧就公布曬啦。嗱，公務員重新宣誓一次，個個宣誓，冇人怪你嘅喎。嗯。新人事新作風嘛，嗯、但係而家你唔係嘛，打撚爛曬啲嘢，嗌交人就覺得你整撚估佢咯。嗯，呢個第一，第二咧，我要講一樣嘢，教育咧老撚到啦。係幼稚班，你老母你鬼同佢搞愛國誒、國安教育，你有冇搞撚錯啊？你教育司局長，佢點入腦啫？你求叫南條紅領街咁撚樣啊，當洗撚咗腦啊，縮撚咗咩人？呢、這個教育局長就要炒啦，話俾你聽。佢完全唔撚識教教育，反效果啊！你諗下，我懷疑佢無間道嚟嘅呢個冚家產，真㗎。香港真係好多無間道啊！多好多多，唔撚尊敬師長，唔撚孝順父母，唔撚愛國，搞撚到啲僆仔回歸後，嗱回歸前你話殖民地教育啊，而家揾到係十幾歲㗎嘛。啊九七號出世的大佬，是不是教育局長有事啊？嗯、當然那個不得掂要打靶添啦，以前那個不得掂，而家呢個都要打靶噶。楊潤雄呢個係，屌你有乜你亂插咁插鞋，亂咁插，唔係咁樣插阿爺鞋噶嘛？啊，逢係啲外國教育全部漸進嘅。你面口往嗌靚仔，哦識唱國歌識升旗，咁代表外國啦咩？你依家教佢咧，自细咧就弄虚作假，自细咧就去学扮嘢攞分，呢、這个好捻坏嘅。自细教啲人咧，搞埋堆擦鞋，好捻坏嘅教育嚟，好捻坏，唔得真诚啊嘛，咁啊扮爱国、扮爱党，咁咪扑紧个街市，系嘛？我哋共产党唔知即系戆鸠啦。如果你知嘅，都繼續容許呢啲人咁樣樣做嘅，咁一破壞埋個黨個威信，俾人恥笑你個黨咧係無能，即係害鳩習總書記，連最 common sense 嘅都唔肯識。忠心係好，但係你假忠心係死嘅啦嘛。但你而家你教育局長搞啲假忠心嘅人出嚟啊嘛，我唔仆街啊。嗯。你共產黨唔知喎，仲蒙撚在鼓裏喎，當真喎，咁咪俾人恥笑咯，啊！仲有咩問題？好，第三個問題咯，有七個中聯辦嘅副主任咧，係被制裁喎。被邊個制裁？被美國制裁喎。你唔嘥撚氣啦！嗱，調翻轉頭講啦，當你係其中一個副主任中聯辦，係話制裁你啦，啊，咁點制裁你？冇美金，冇得用美金。屌、欸，有啲嘥撚氣你咪生靚氣，用支付寶噶嘛？係啊，係、啊。用 WeChat 噶嘛？用微信噶嘛？咁但係制裁睇到佢咩程度喎？咁如果佢哋都唔俾出國，係。本來都唔俾出國。本來都唔俾出國。好啦，你打個人名制裁，咁你知道共產黨喺特殊情況之下咧，一個人有七個名噶，嗯，七個護照噶，啊。好少噶啦，國民黨都十幾本噶。以前我細叔伯話啊，回歸啦，六四啦，唔掂咪走佬啦，咁屌佢諗我打開櫃桶，十幾本護照啊，唔撚同名。哦，國民黨嗰啲地下組織，佢哋都十幾本噶。咁你共產黨唔會少撚過佢哋啦嘛？照咁推斷，你當佢真係萬寶路華個名。艺名嚟嘅，好捻多艺名嘛，就唔同时间。好多 passport， 所以你见捻到我哋啲中央领导人咧，个仔同老豆唔同名噶，系啊，唔同姓，唔同姓，有唔同姓噶，系，系咪啊？系啊，完全冇所以佢呢种嘅文化咧，就变咗摆喺政治度咧，大家好难搞嘅。譬如话嗱，而家你哋过咗红线，或者踩咗红线，佢哋最兴难噶嘛。
喂大佬，你条红线用咩笔画先？你用咗扶基嗰支笔嚟画喎，扶基嗰支笔有法术喺度嘅喎，佢嗰药紧药变喎。我屌你乜到时你又红，到时人捻红喎。我屌你啱嘛？自己有踩捻中冇事啊嘛？而家嗱，三个官员饭局踩捻咗红线冇事，冇事系系嘛？呢啲紅線幾好喎、啊！但你第二個人踩緊中咧，咧就中啦，有事就中啦，冇事變有事，佢若隱若現啊嘛，佢禁制啊嘛，彈咗彈，可以紅可以紅，啱唔啱？可以淡紅，可以深紅，你又撲撲街啊？佢嗰條紅線咁撚樣白金啊，嗰支筆，嗰筆咧就扶基嗰支筆嚟嘅，唔知邊個高人送俾共產黨咧，用緊到而家。北仙、啊、你听过日本仔有套电影、啊、有个剧叫北仙、啊、就是共产党用嗰支笔、啊、所以你话喂红线喎、哦，咁你唔该答你，我俾支笔你画，唔好俾嗰支笔，会死噶，制裁唔到噶，多捻鱼啊！即系讲，我哋为咗中国人面子咧，我哋支持共产党反制裁，反制裁，制裁我谂冇十四个，多过佢。多撚過佢，又撚準備嚟中國，唔俾剩一撚藥。嚇！唔俾佢哋用支付寶，唔俾用 WeChat。唔撚俾走嚟香港揼蛇關，係嘛？唔俾走去滿鄉留做飯局食飯局，撚要招呼佢哋，知唔知啊？住港啲總領事啫，唔撚準備走家招呼佢。点解叫咁样出卖运埋翻领事馆食？系啊，你早制引裁翻佢驻港总领事，因为佢制裁你香中联版驻港啊嘛。系，咁咪制引裁翻去美国总领事咯。等佢老母人买运埋翻去食咯，系嘛？都啱嘅，够玩嘢咯。啊，输人不输阵啊嘛，嗱撑你而家中央政府。系啊，嗰啲鬼佬系你坐喺黄沟嘅，但系咧有一样嘢小心啦。這些呢啲咧，佢哋花招嚟。邊樣真招呢就係、是、你剛才問我嗰個台灣嗰個 K。嗯，咁呢個係我哋第四個問題。呢啲係虛假嚟。係啊。正話講呢啲咧，花招嚟。係。真招咧就係、是、台灣。最近美軍一個機。C-0。C-146。C-0嘅機。係。嗰架係，佢得廿幾個 C-0員嘅啫。係。即係嗰啲陸軍司令啊、空軍司令啊、海軍司令啊、特別部隊司令啊坐嘅嗰個機，佢停咗喺度咧一個鐘頭，到送一個包裹，個包裹十零公斤嘅啫。喂，咁你唔使揾架咁嘅機送係嘛？嚇！呢啲係咪花招啊？租架中亞航空得唔得？包攬曬成個中亞航空得唔得先？嚇！嗱，呢啲就唔係花招啦。哦。因為你以前共產黨講過噶嘛，如果你美國啲軍機啊、軍艦喺入台灣領域咧，我哋射柒你噶嘛。第一架冇射啦。嗯。上次送口罩嗰架。嗯。記唔記得啊？有幾個國會員係咪啊？嗯。啊，三個。但係好似咧，佢由日本飛過嚟乜嘅？南航日本飛過嚟啊嘛，但呢次唔係喎，呢次由美國本土飛過嚟，分別在呢度。嗯，咁但係你冇神落嚟喎，係擺低個包裹啫，一個鐘頭。但你嗰個形象咧好撚犀利，你係軍機嚟嘅。嗯，你話揾架空中嘅由專係做郵政嘅。當係速遞，我有錢，我包只機送個包裹過去，好珍貴，冇所謂。即你一名撚踩上，咁而家你中國戇鳩部咪依舊照常抗議咯，要求堅決反對咯。係，我幾句説話半人熟噶啦，我哋係啊，日日都練呢句嘢。啊，維護我哋國家主權，維護我哋嘅利益，嚇，咪又係堅決咯，乜冇緊咗未？但佢咧呢、這個大人物，你中國共產黨可以繼續咁嘅態度咧，唔肯掂嘅。你記唔記得嗰啲德國腸啊？
德國搶好大條咁買喺外國。係啊，一條冧住一條。一條我哋要嚟切嚟夾麵包噶嘛。係。佢而家就係當你德國搶嚟玩，越切越多，作變戰切俾唔國嘅。嗱，我上次軍機嚟咗啦，呢次我又係軍機嚟，因為你上次冇肥我啊嘛。嚇！咁我就用架軍機嚟，我就喺美國嚟。我就睇你肥唔肥我啊嘛。唔係，但你唔會話因咁撚小事肥噶嘛又。你開會個會好撚難開嘅，知唔知啊？你明唔明白？你開會話肥唔肥嗰陣時有嘅咩？上次喺機嚟嚟坐啦，都冇肥佢喎。係咯。你今次點解用咩理由？係咪真係肥啊？用咩理由肥先？唔係你個理由嘛？佢係冇人喺度，上次係有人嘅添。上次仲有幾個國會議員添，呢次冇人，淨係整個包裹啫。咁你一開個軍事會議、內部會議喺中國，咁你點咧？要投票俾佢，真係都幾難投喎。嗯，即係話咧，你係好似唔夠力啊。要肥就第一次又要肥啦。係啊。啱唔啱？第一次你唔肥，呢次你好似，所以你鬼佬玩啲遊戲咧，好撚叻嘅。佢作片作片切落去，嗱就嚟又有噶啦，好撚多花神嘅佢哋。我相信你共產中國共產黨冇咁嘅人才應付佢，呢啲係肥仔金得啦。嗱，佢就唔敢同肥仔金玩呢花神。嗯，因為肥仔金真係會開火。肥仔金，因為肥仔金你揾命搏啊。係係係。而家你嗰扎友唔肯咁揾命搏啊嘛。呢個就是你弱點啦。即係一個就爛命，因為我哋中國強國人啊嘛。啊，就唔會。我哋錘仔黨而家變咗富貴黨啊嘛。有個錢，個錘仔係用金做嘅，而家戴咗啲黨旗個錘仔，唔同毛澤東嗰個錘仔啊，大佬，你見唔見到佢哋開會黨慶嗰時係金色啊嗰個黨徽，嗰錘仔鎗刀，係以前紅色噶嘛，當然佢借緊咗蘇聯過嚟用啦，唔係中國共產黨噶嗰個錘仔鎗刀，係國際共產黨蘇聯老大哥啊嘛，佢攞撚咗嚟用，咁呢個慣緊個手勢噶啦。我揾咗人個商標當自己噶嘛，但佢金色咁，而家聽到畫面啊！係，但係關唔關一百週年慶啊？金錘仔就係而家，係啊，金色啦。咁啊，而家啲金色即係唔肯咁搏命啦。咁你咪好似普京咁啊？哎哥，你我胎哥咁啊！咁你都普京仲撚串啦？你講普京啊？佢而家佢講個同盟咧，我哋冇簽個同盟協議。但我老母普京下面個馬仔駐泰國嘅大使啊，就同啲記者公開講啊，我哋冇呢個中俄嘅同盟協議嘅，但係咧經常啲中國嘅官員咧都對外講噶啦，佢哋嗰啲咧係唔需要簽條約嘅，而有同盟嘅意思喺度嘅，即係話雖然我哋冇簽，但我哋兄弟嚟嘅，你明唔明啊？經常咁樣樣講嘅佢啊，咁你咪屌你咪肉撚算咯。雖然冇條約，等同有條約嘅，我哋同俄羅斯嘅交情咁樣樣，咁樣去形容俾人聽噶嘛。泰國大師講噶，今我貼咗出嚟啊。我特登將佢嗰段講嘢就話中方咧會經常同講，就同我哋俄羅斯咧冇條約中嘅有條約。清兄道弟啊！咁即係話咧，俄羅斯擺嗰道門咧好撚細，係你噏嘅啫。我冇話撚過。佢連口頭話都唔肯話係你話，係你同我清兄道弟啫。一隨時點解北極熊咬撚你一啖咁啊，大佬啱唔啱話？咁阿博，所以呢個咧好撚吊鬼嘅。而家你台灣呢只咧，佢真係唔係花招啦，係有計謀，係有計劃，同埋佢會一攞一攞嘅時間好密。差不多個零月啫嘛，上次第一架機軍機落去送口罩，係咪啊？我相信好快咧就第二個發神噶啦，好似烏蠅咁喎。係啊，一撩係咁撩，跟住咧就會有戰艦拍埋去攞水啊，
補給嘛，借碼頭用嘛，借廁所用啊，係咪啊？好撚多花神噶啦！如果你等佢嗰、那個英國隻航母咧，佢經緊咗蘇伊士運河，跟住喺亞丁灣咧做緊演習，跟住咧過嚟咧就睇一拍邊度，做緊多嘢玩啊！佢依家十四號開始，中日韓法印澳聯手演習啊，已經喺度，好撚晚飯噶！佢哋呢個咁嘅切得國搶嘅遊戲，你真係好難開會的。你個航機都落撚過啦，我哋航母駛入嚟啫嘛，突然間屌你咁樣個雷達縮撚咗，拍埋嚟補整整嘢唔得，咁咪駛住航母入去㗎啦。好撚叻啊！逼撚到你咧，你自己頂唔撚順。而家係好撚鬥耐性。好啊，但係中共方面咧，我哋睇佢哋嗰啲網上咧，都有啲人好醒目嘅。我撚中招啊！其實係唔撚敢去打，就揾啲人拍唔拍冇撚中招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你夠膽去當中招咩？鬧你打！好啊，跟住咧，最近今日咧又有人貼咗出嚟啦，有個都幾大型嘅論壇，就屌柒啲大外宣啦。你使用咁多錢，搞大外宣，搞得完出嚟咧就屌乜嘢效果都冇，反效果。你將內宣嘅嘢當外宣去搞咁樣樣啊？即係你搞內宣又惡死難聽又得。但你喺入面去對外邊吹水咧，就唔肯啱嘅。又有人咁樣講啦，即係一路自己砌啲樓梯級落嚟，自衰啊！即係要戰狼外交局嘅一個街，撲街噶！你唔好睇輕啊！特別佢嗰個制裁你嗰加多嗰扎公司啊，香港危險啦！嗱，我制裁你七個官員，中聯辦啦，我將佢過機啊，香港金融都有事，制裁埋。呢、這個拜登的遊戲不是他想出來的，因為呢民主黨是留打仗的嘛，美國傳統沒有一次是共和黨發動戰爭，次次美國對外打仗呢都是民主黨搞的，所以他們很熟手。這些我是善意提醒中共的官員，你們對外的工作的人，你們007008009屌你有沒有聽清楚，告訴老闆聽你要怎樣應付他切德國搶的文化，作片作片拉過來，是很危險的。我看見你黃勾勾啊，那個人完全沒有料啊，屌你老母，在黃毅雄走去德國，走去德國啊，你說什麼爛嘢？不是走去德國，走去那個上合那裡跟那個俄羅斯外交部長啊，拉青衣道弟啊，上人家都不肯睬你啊，敷衍你啊，跟著買那些那些窮浮啊，塔夫茲比克啊，塔茲比克啊，吉爾斯坦啊，那些那些窮浮，他老母扮大哥啊，黃毅這隻欺人賊毒啊，這條濕鳩黃毅別瀉啊，屌你咁樣，整個中國被啲黃鳩部害撚死的嘛，現在知衰了，屌你阿媽冇人睬你啦，要揾撚翻就係啲咁嘅冚撚丐幫走嚟埋堆啦，係嘛？啲乜撚嘢啫，啱嘛？好，係咁先。好，唔該曬。